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化大百科》，我是主持人王玲玲。2014年，国产电影《心花怒放》的热映一度创下了最新的票房纪录。除了剧中人物出色的演技之外，吸引观众走进影院的还有片中那文艺气息十足的外景风光。当主人公看见洱海时的第一反应和所有的观众是一样的，那就是太美了。可是您知道吗？早在56年前，就已经有一部电影把洱海的景、恋人的情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它就是《五朵金花》。3月的大理，春光明媚，百花争艳。每年的这个时候，大理都会举行三月街，这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民族传统盛会。它既是云南西部最为古老而繁荣的贸易集市，也是大理各族人民一年一度的民间节日。电影《五朵金花》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个盛会之中。哎，怎么把路给挡住了？人民公社的副社长金花带领着姐妹们驱车前往三月街，不料车轮在路上坏了。正在为难的时候，来参加赛马会的阿鹏热心地帮他们将车修好。金花正要表示感谢，赛马会开始了。阿鹏来不及收拾工具，翻身上马冲进赛场，并且勇夺冠军。副社长金花对这个勇敢善良的小伙子顿生爱慕之情，阿鹏也对这个貌美如花的姑娘心生情愫，于是两人在繁华似锦的蝴蝶泉边互赠定情信物，相约第二年山茶花盛开的时候再来这里相会。第二年，阿鹏如约前往，到处寻找金花无果。他在洱海边与来体验生活的画家和音乐家相识，结为朋友，向他们倾诉了自己传奇的爱情经历，表示要走遍天涯海角找金花。阿鹏经过了千辛万苦，走遍了苍山洱海，先后找到了鸡肥模范金花、畜牧场金花、炼钢厂金花和正在举行婚礼的金花。经过各种误会之后，才终于找到了自己心爱的金花。两人也再次在蝴蝶泉边唱起爱情的赞歌。白族人爱花，因此白族姑娘很多都叫金花，这触发了导演王家乙的灵感。用相同的名字制造误会，通过一次次找错了人，既可以侧面展示人民公社农林牧副渔的场景，又充满着喜剧的效果。这一巧妙的构思让她欣喜若狂。可是由谁来饰演女一号金花呢？摄制组找遍了整个云南省的歌舞团，也没有找到最合适的人选。正当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一个正在排练厅窗台上擦玻璃的姑娘引起了导演王家乙的注意。这时正好有人和这个姑娘打了个招呼，姑娘应声抬头，一张纯真而又质朴的笑脸映入了导演的眼帘。正是这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的机缘，饰演副社长金花的女一号终于找到了。导演王家乙是一位很具有创新精神的导演，他在《五朵金花》的创作中融入了他对喜剧电影拍摄的探索成果。在人物的刻画上，导演王家乙力求真实，他不刻意地制造笑料，而是要让观众从心里发甜。我向本主起过誓，再也不管闲事，可是这一回呀，我还得管你那个金花。比如片中那位爱管闲事的老叔，
他是一位善良热心肠的老人，他爱喝酒，喝完酒更加热情。正是因为这一点，才构成阿鹏和金花之间一系列阴错阳差的误会。这一系列误会也将剧情推向了高潮。这个害人的小伙子。对歌是少数民族人民非常喜爱的一项音乐活动，也是白族青年男女定情的一种方式。在电影《五朵金花》创作之初，作曲家雷振邦来到大理采风，偶然提到能否将男女主人公的对话改为对歌。这一想法立即得到了导演和编剧的一致认可。虽然《五朵金花》中的对唱在影片当中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，但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，也使得雷振邦萌生了全部采用对歌的形式来创作一部电影的想法，这才有了此后《刘三姐》和《阿诗玛》两部音乐片的诞生。苍山洱海，三月街，蝴蝶泉，艳丽的民族服装，优美动听的歌舞，电影《五朵金花》将云南大理所特有的奇山丽水、民俗风情都尽情地展现在银幕上，呈现出一部轻松愉快、赏心悦目的集人美、歌美、人情美、山水美为一体的生活喜剧影片，带给观众赏心悦目的精神享受。1959年，影片一经放映就取得了轰动的效果，并由此掀起了一股学金花热，金花一下子成为模范的代名词和荣誉的象征。五朵金花不仅花开全国，而且香飘国外，先后在46个国家公映，创下了当时中国电影在国外发行的记录。当苍山洱海的景色如水彩画一样在眼前缓缓流淌，当白族的对歌和他们的爱情一样简单悠扬，我们不经意间跟随电影回到了50多年前的岁月之中去。只需要用一个眼神，他们便认定这份钟情；只需要几句对歌，他们便愿意为爱痴狂。当时的爱情就是这般纯粹，甚至连爱情里常有的猜疑顾虑都变得非常的纯真而又可爱。这样的电影怎能不怦然心动呢？好，观众朋友，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云南花灯戏历史源远流长，作为存活至今的古老剧种，它以反映民间生活而深受百姓欢迎。正是这种接地气的特点，给了花灯戏历久弥新的生命力。敬请收看《文化大百科》，云南花灯戏。